这什么意思啊？要搬走是吗？房子我已经找好了，打算一会儿搬走。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了吗？ 剩下的房租就不用退了，留给你算是交水电费。厨房的抽油烟机有点问题，也该修了。陆晨毅，你疯了？我是疯了！你从进院第一天就开始欺负我，你回来是干什么的？什么事你都不跟我说实话，当我是同事瞒着我，当我是朋友你瞒着我，当我是你女朋友了，你还瞒着我，我不抽你，你抽谁啊？ 你要走是吧？走，走啊！你胡理取闹，等你冷静下来以后再说吧。我冷静了，你别走。 出什么疯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晚上去看过傅老师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什么所有的事情？当年的医疗事故，不是你妈妈的责任。 他注射的药没有错，隐瞒这件事情的是福伯恶和小无忌。真抱歉瞒了你这么久。 你应该恨我。我不光恨你，我还想打你。你已经打过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觉得我不会相信你说的话是吗？还是我在你眼里就那么是非不分啊？傅博文毕竟是你的老师，在我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之前。 我不愿看到你面对两难的选择。钟楼死后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查清这件事儿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我没有办法假装是一个不相干的人，继续和你在一起。 这就是我为什么那天告诉你我和林浩的关系，这样推开你。我知道我的问题是太简单太直接，我觉得你的问题是想太多太复杂了。没有人说过你很矫情吗？有，你说过。虽然很矫情，但我还是很喜欢的。 Thank you.